朋友小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莎莉妈会客室的第11集咯。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吃过早餐了吗？来，我们再等等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马上开始咯。如果进来准备好的小朋友可以跟莎莉妈打个招呼。好，我看看谁已经进来了。 Hello， 早安。柯静柯琴 Hello， 早安。妈咪爸爸们大家早安。今天我们照样会讲两本绘本哦。第一本绘本是妈妈肚子里有座房子。 OK， 第二本绘本是这个海底100层的房子。 OK，这一本绘本呢，它跟上一集的妈妈会客室是同一个系列。 OK， 看到吗？如果你喜欢这本绘本，等一下你一定要记得留在这里，把听莎莉妈把这一本绘本也讲完哦。 OK， 好。 Justin Hello。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咯。来，这一本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本绘本，妈妈肚子里有座房子，作者是吉尔斯·万林萨，翻译是徐婷婷。有看到吗小朋友？有。妈妈的肚子怎么了？大大。妈妈的肚子大大，还有吗？还有里面有房子。啊，妈妈的肚子里面有房子，这个房子住着谁呢 ？Baby。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呢？不知道。不知道。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小房子里面住的到底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来，这里有什么图案呢？蓝色小熊，熊小熊，还有吗？小鸟，还有没有呢？小船，太阳。有看到的小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哦，莎莉妈会看得又会看得到你们留下的comment。还有吗？笔。啊，这里有一个笔。蝴蝶。蛋糕。这里有蛋糕，来看得到吗？爷爷楼梯。我们先一页一页的看哦。楼梯。好，我们接下去哦。小孩妹妹有说还有楼梯。妈妈肚子里有座房子。座房子。来，我们调整一下位置，大家都看得到吗？看得到。妈妈肚子里有座房子。有个宝宝里面藏，是弟弟是妹妹，这个秘密无人知。爸爸谈起那座房，说我也曾住那里，不过那时我太小，根本没有啥印象。总爱对我说，那个地方特别棒。通过医院的电视，爸爸见过那座房。那里虽然没有床，却有一个大浴缸。宝宝睡在浴缸里，真是温馨又舒适。小朋友有看到吗？爸爸在帮
这个大宝宝怎么做什么呢？纽扣。哦，帮大宝扭扭扣。哦，那个动作是扭扭扣。哎，宝宝每天都在长，玩耍需要大地方，肚中房子跟着长，小房面慢慢变大房，看到吗？妈妈的肚子怎么了？大大，大大了，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大大，接下去，宝宝需要长肉肉，肚里厨房不可少，妈妈吃的好东西，通过厨房给宝宝。小宝宝胃口大，妈妈总是满足他，就算要吃怪东西，他也从来不介意。有看到妈妈在做什么吗？在弄东西，翻冰箱。哦，妈妈在冰箱里找着想吃的东西。我要学着照顾他，让他躺着歇一下。妈妈实在太辛苦，衣服没脱睡呼呼。肚里装着一座房，妈妈有时不舒服，如果换我来试试，感觉肯定很糟糕。看到吗？妈妈在做什么呢？睡觉。妈妈在睡觉。然后这个大宝怎么了？哦，原来谁回来了？宝宝回来。宝宝回来了。大宝宝，大宝怎么了？他这样，他不要吵醒妈妈，对不对？他怕刚刚回到家的宝宝会吵醒睡着了的妈妈。如果小房有扇窗，我们就能朝里望，可我仔细找一找，一扇窗也没找到。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子，偷偷掀开妈妈的衣服，看看里面到底是自己的小弟弟还是小妹妹了呢？我的玩具多又好，拿给宝宝瞧一瞧，和他分享好东西，还要教他玩游戏。哇，你看这个大宝好棒哦，他要分享玩具给小宝宝。我和妈妈抱一抱，打个电话给宝宝，隔着妈妈的肚皮对他说声我爱你。哦，大宝跟谁说我爱你呢？弟弟。哦，原来是肚子里面的这个小 baby。 宝宝爱听我说话，他用动作来回答，踢踢脚，伸伸手，肚子里面翻跟斗，有吗？哦，你看，这是大宝，大宝在哪里玩车车呢？妈妈的肚子上面。哦，原来是在妈妈的肚子上面。其实她是要跟肚子里面的小宝宝一起玩。但是这个小宝宝会说话吗？不会。哦，小宝宝还不会说话，所以她用怎样的方法来回应这个大宝呢？乱乱跳乱乱滚。二姐说乱乱跳乱乱滚。哦，其实就是踢踢脚，伸伸手。你在里面还好吗？真想快点见到你。小房门儿关得严，爸爸让我耐心等。快看我的小弟弟，躺在妈妈的怀里，妈妈肚子变空空，下次谁会住进去？所以啊，原来妈妈的肚子里住着的是谁呢？小弟弟。这一次住的是小弟弟，
不是小妹妹哦。嗯。那是下一次是会是谁坐进去呢？不知道。晚安。所以小朋友注意到吗？原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呢？刚才讲的。刚才书里面有出现的，对不对？对呀，好像其中一面墙。是的，大姐说对了，它就是这个大宝家里的其中一面墙的墙纸，看到吗？墙纸都是你们小朋友喜欢的图案。对呀，完。这就是今天的第一本绘本哦。第一本，如果家中有添了小宝的，那大宝会怎么样呢？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大宝，他是不是会常常问妈妈，十万个为什么？小宝在哪里呢？弟弟还是妹妹在哪里呢？肚子里面有住着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呢？弟弟。所以这一本书它是一个以一个小男孩的角色，用风趣幽默还有充满韵律的一个言语来描述一个正备孕家庭的一些故事。 OK，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第一本绘本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个小朋友已经进来了。嗨，亮宝 ，Hello， 雪妹妹有没有在看呢？哦，这里有一对双胞胎在看啊，三立妈说绘本哦。Hello， 你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谢谢你们，谢谢。哦。这里 Jenny Chai 她有说她刚才看到的蛋糕、球球还有帽子，谢谢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把孩子的名字放在 comment 里面，底下三姨妈会念出小宝宝的小宝贝的名字哦。还有林珊 ，Hello， 小彼得 ，OK， 那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第二本绘本。嗯。今天的第二本绘本是。海底一百层的房子，不是上次那个有乌龟的啊。啊，妹妹说这个不是上一次的那一本哦，今天的是海底的一百层屋子。嗯，作者是岩井俊雄，翻译是笑笑。笑笑，你们有看到吗？海底哪里是海底呢？下面，从这里一开始，这个深蓝色的部分都是海底，这里是海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是什么？轮船。哦，还有屋子、树，还有树呀。哎呀，蓝色，又是蓝色，这个蓝色是什么呢？水的颜色，天空的颜色。小朋友，你们认为这个蓝色是什么颜色呢？这个颜色会不会跟我家三一样，觉得它也是海的颜色、天空的颜色、衣服的颜色、水的颜色呢？你的布颜色。海底一百层的房子，这里有谁呢？小妹妹，有一个小妹妹，她在做什么？一个洋娃娃，还有一个洋娃娃。她在喂海鸥。哦，她好像要拿饼干喂这一只海鸥，对不对？嗯，对。来喽，我们开始喽。要看这一面，可以吗？一艘轮船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一个小女孩抱着洋娃娃站在船头，正要给海鸥喂食。后来，海鸥的翅膀碰到了洋娃娃，扑通！洋娃娃到哪里去了？到水里了。洋娃娃从这里掉了下来，洋娃娃一下子掉到了海里。
这个叫天天的洋娃娃一眨眼就沉入了大海深处。小女孩很喜欢天天，总是给她换各种漂亮的衣服和饰品，和她一起玩。天天也非常喜欢小女孩给她选的东西。可是，在海里往下沉时，天天的帽子、挎包、项链、手镯、蝴蝶结、外套、背心、裙子、鞋子，甚至头发都不知道被水冲到哪里去了。天天被卷入了一团奇怪的泡沫中。有吗？你们还看得到天天吗？看得到。是天天的。乖乖的。好可爱。哦，原来是这个，就是天天啊。看得到吗，小朋友？没有头发，没有衣服。哦，已经没有头发，没有在穿衣服，没有鞋子，没有帽子，没有挎包的天天。泡沫下面住着海獭。哎呀，吓了我一跳！你是谁呀？你是谁呀？我叫天天，请问你见过我的衣服和头发吗？哦，刚才确实有一些东西沉下。真的吗？那我去找找看。这座房子有100层哦，加油哦！来，小朋友看看天天在哪里呢？在上面。哦，天天刚刚被冲下来，所以他整个反了过来。哦，宝宝身上铺的就是我的头发，在哪里呢？啊，这里。这样啊，真不好意思，请问可以用海藻做你的头发吗？宝宝已经睡熟了，没办法，只好这样了。头上顶着海藻的天天从房子的第十层向下游去。很稀碎呢。嗯，住在这里的会是谁呢？咦，请问这里是海豚的家吗？对。是的，这座房子每十层住一种动物。你们有看到天天吗？你看，天天在这里。你看，头上是海藻。看下面。你看，你看，这条裙子漂亮吧？我刚刚找到的。这是我的裙子，可是看上去它很适合你。作为交换，我送你一条银色的鱼鳞裙吧。有吗，小朋友？看到吗？海豚把它的鱼鳞裙送给了天天。天天到了房子的第20层。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有些星星。住在这里的是海星。那是我的项链。真的吗？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呢。我用我的星星项链跟你交换，怎么样？在哪里呢？在这里。粉红色星。粉红色海星，你看，那个形状都是星。我们正在练习舞蹈呢，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跳舞。天天跟海星一起跳舞了。天天到了房子的第30层，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八角鱼。哦，就在这里的是章鱼。章鱼，哎呀，我的背心破了好几个洞。咦，这件背心是你的啊？我说怎么这么奇怪？不如你在我这里选一件你能穿的，我送给你吧。有吗？
天天跟这个章鱼在说话呢。原来天天的背心被这只章鱼穿了。海参来了！啊，周围一下子变得黑漆漆的。海参在哪里呢？在这里，看到吗？天天到了房子的第四十层，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海马。住在这里的是海马。尾巴缠在一起了吧？准备开始，有吗？天天在这里，就是这里有两只海马。你的鞋子正好适合我的宝宝用，这样吧，作为交换，你穿这个怎么样？穿上它可以游得更快哟、哦，有吗？海马把他的鞋子，把这个送给了天天。天天到了房子的第五十层，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小朋友猜到吗？哦，住在这里的是海扇。海扇就是啊，救命啊！不要吃我！咦，原来你不是吃的啊？那请进吧。看到吗？天天差一点被海扇吃了。哟，你的房子好漂亮啊！咦，那个不是我的挎包吗？原来这个挎包是你的啊！作为交换，我把这个上背包送给你吧。海山把他的上背包送给了天天。天天到了房子的第六十层，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几岁的？住在这里的是水母。水母软软的。哦，欢迎欢迎，这里有茶和点心，请慢用。你的手好长啊，看到吗？那水母的手好长啊，长到下面去了。我可以用这个透明的斗篷换你的外套吗？太棒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海里的小公主。小朋友看到吗？这是透明的斗篷，好可爱，好漂亮哦。天天到了房子的第七十层，住在下面的会是谁？是谁呢？住在这里的是螃蟹。想要从此过，就得赢了我。石头、剪刀，不，我赢了。有吗？哦，天天正和这个螃蟹玩石头、剪刀，不。作为你送给我的蝴蝶结的回礼，我把这个送给你吧。多谢，多谢。从现在开始，我也变成海盗了。小朋友看到吗？螃蟹把这个海盗夹送给了天天。天天到了房子的第八十层，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住在这里的是安康。这个手镯真漂亮，我把这个送给你，咱们交换吧。哎呀，这个闪闪发亮的东西真好。他们在交换礼物哦。
位呀、啊，这是海里的圣诞树吧？是啊，大家正忙着装饰它呢。天天到了房子的第八时辰，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住在这里的是寄居蟹。你好，你见到我的帽子。嗯，我正在换衣服，请不要偷看。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吗？哦，这个巨蟹蟹快快躲到后面去了，因为它可能还没有穿好它的衣服，所以它不好意思跑到后面去了。只剩下帽子还没找到。原来那是你的帽子啊，你去一百层那里找找吧。马上就要到第一百层了，刚刚的天天在这里。哇，住在第一百层的是谁呢？小朋友，大螃蟹。看到天天在哪里吗？大的巨蟹的手上，一只很大很大的巨蟹蟹。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我叫天天，是从游轮上掉下来的。我的头发和衣服都被水冲走了。我一边找东西，一边来到了这里。现在只剩下一样东西没找到了。请问你见过我的帽子吗？难道是这个？天天低下头一看，他的帽子正静静地挂在海底的沙滩上。小朋友看到吗？看见。帽子在哪里呢？下面。就在这只好大的巨蟹蟹下面。不承认。啊，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帽子。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我不能还给你。啊，为什么呢？巨蟹蟹轻轻地掀开帽子，一只小巨蟹蟹从里面探出头来。实在对不起呀、啊，这孩子特别喜欢这顶帽子，怎么都不肯放手。原来是这样，没关系，没关系。这顶帽子就送给你了，要好好爱惜它哟。太感谢你了，那我把这个送给你做礼物吧。天天得到了一个漂亮的海螺，他把它戴在了头上。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小主人的身边？不用担心。海里的朋友们会帮你回到小主人身边的，这件事就看我们的吧。天天的身后响起了大家的声音，看到吗？看到。天天把他的帽子送给了小巨蟹蟹，而这个巨蟹蟹，这个大巨蟹蟹把海螺送给了天天。这个时候的天天漂亮吗，小朋友？漂亮，漂亮，很漂亮，对不对？对。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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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天天和海里的朋友们一起朝着游轮游去。他在上面。哇！鹿角尖也有。有什么？鹿角尖、鲨鱼。哦，好多好多的海里的朋友。乌龟鱼。一起送天天回到了轮船去。还有金鲨鱼。金鲨鱼。小朋友，你们看到了什么鱼吗？鲨鱼。鲨鱼。在轮船上，小女孩一边哭鼻子，一边寻找天天。突然，天天蹦的一下从海里弹出来。出现在小女孩面前，吓了她一跳。小女孩紧紧地抱住天天，仔细地看看她。天天，你变得更漂亮了。
里有送想冲天天回来的海底伙伴们。嗯，他们就冲上来，有一个鱼还没有冲上来呢。小朋友，你们喜欢今天的第二本绘本吗？第二本绘本就是海底一百层的房子。如果有看上一集的三姨妈会客室，你们就会发现到，其实啊，今天的第二本绘本就是上一期的地下一百层的房子，是同一个系列哦。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第二本绘本。好，谢谢你们，今天的三姨妈会客室就到这里喽，我们下个星期三再见，拜拜。